Gady，还有红酒，晚上好。拍怎样？这么晚了还开直矿？你赶一点进度这样。然后呢，如果等一下看实况累的话，你们就赶快去休息了哈，不要理我，因为我想说赶快把这游戏赶快破破这样，因为明天可能会出那个什么《战国巴萨拉》是。所以，不对哈，今天才22号，是不是还是有的玩？23号是礼拜四的时候会发嘛？到时候如果有的话，入手马上来玩。哇，所以弄错了，应该不是明天，讲错。23号，现在才22号，所以应该，对啊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慢慢玩。这个快破了。如果没有意外，应该是礼拜四的退区，我会介绍巴萨拉了。假设发售之后我有买到的话，我会跟空灵一起实况这样在Twitch上。啊，如果就晚了的话，那没办法没拿到，那就直接在礼拜五的麦卡贝直播直接实况跟大家互动，好不好？尽量啦。战国巴萨拉黄是不是？巴萨拉应该有代理啦，索尼应该是会有代理，买水货是变明天呢，但是水货还是等一下喔，通常水货都会比较贵，虽然日币现在跌了，对，但是我看状况好不好？看最近那么穷，万一水货变比较贵，虽然是差了一两天，没有差那个时间嘛，稍微省一下，省个一两百块，多个便当钱是不错，嗯。应该是会代理的，没有代理的话就真的妖兽了喔。各位稍等一下喔，我去拿个饮料一下，太热了。希望你会撑过这个大坑，不要撑了，直接买 P4 那边买了。可是他好像有出 PS3 版本的，对啊。VU 没有代理，没错，但是游戏片其实还是会有厂商进那个平行输入啊，就水货啊，一定会有人就是跑单帮或者是用什么方式，然后进到台湾来，对、啊。其实反而吼 ，VU 的游戏现在其实因为没有代理商的部分，反而买的游戏会比较便宜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说呢？因为他就直接用换算日币去算嘛。对啊，然后你如果是以代理来讲话，据我所知啦，我不太能够确定这件事情，因为代理商跟所谓营运商要发行台湾游戏片的时候，他可能是用美金去计算，美金钱比较大，所以会拿到比较好的价嘛。但是你如果是在当地直接购买的话，那当然是台币对日币的，那就是血淋淋，就是便宜超多，所以我才跟各位说，趁现在、现在我不知道日币有没有涨哎，就是如果还是在0.24的状况下，真的跑去那个日本玩买一些东西是比较好买的，嗯，你会发现换出来的钱会比较多，便宜不便宜看个人了，但是换算以后便宜，你就会想买，所以你会发现换了一堆，结果在那边全部买光光回来，又没有钱了。因为我去大阪就这样，嘿 ，Army 967晚安，嘿，拍水今天又是很晚在直播，嘿。然后跟大家讲一下那个
我今天有看麦卡贝他们的粉丝团 PO 那个时间表啊，我们的节目麦卡贝的节目还是在礼拜五的晚上九点播出哦，请那个上面他的那个时间表 key 错了，跟大家讲一下，要注意哦，还是礼拜五哦。明天的话没有那个麦卡贝直播，可是退学如果搞不好我还是会开的。好的，刚洗完澡哈，拍谁？热死了。OK， 好，我们昨天铁齿的撑了很久，过到的是几至几？五至七过完的是五至六、哦，好吧，迈向五至七，呀呼！会有什么样的关卡等待着我们呢？对，我今天还有看一则新闻，也是觉得很气愤，跟大家提一下，但是也不是气愤啦，就是有关于捷运那个不开心的那个事件，有没有？啊靠！我在干什么？啊、那个我是觉得我们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说的，他很有决心做一些事情，没错，可是他总是会为什么？媒体老师用宅男这个单字呢，不了解的话真的是不要乱用会比较好，对，因为我的同行跟我们一样，我们都认为为什么我们台湾只有宅男这个单字呢？宅男的这个单字的话有代表很多的意义，我觉得白痴，我如果边讲话我要打不下去了，对，先讲一下，比如说在日本来讲，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了解一下，如果别人不知道的话，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这件事情，在日本来讲的话哦，宅男是我们台湾自己发明的，但是原则上它其实对于宅这件事情有一些定义啊，比如说像有些人不打电动，喜欢闷在家里不出门，比较不常出去，就是喜欢待在家里，它不代表不一定是好或坏，日文是叫 hikikomori， hikikomori 要怎么拼我打字给你们好了，hikikomori hikikomori提供了你这个单字啊，基本上比较像是说这个人比较居家，就是像库尼啦，库尼他就是算 Hikikomo 的类型，就是他除了上班之外，他就喜欢回到家打电动，就是他就不喜欢出门嘛，吃饭也喜欢在家搞定，或者是说他周末周六也都喜欢在家做比较室内的活动。那这种人的话，比如说你问说，哎、欸，你通常你的运动嗜好是什么？那库尼他如果只要回答说啊 ，Hikikomo 的事。那意思就是指说啊，他就是平常每次都喜欢待在家里这样，但有好也有不好的意思。可是 hikikomori 不等于是阿宅哦，这是两件事情哦。对啊，所以如果说你要来讲话，我觉得会比较接近 hikikomori 这个单字，就是他是比较喜欢居家，在待在家里活动的人。那我们另外一个层面的阿宅的话，日文是叫 otaku， 各位应该就知道了吧，对不对？就是御宅 ，otaku。我打单字给各位 ，otaku。它其实是有汉字的 ，otaku， 或者是 wotaku。跟大家看一下 ，otaku。对，比如说这个单字 ，otaku 又叫御宅，也是念 otaku。然后另外一种尊称是叫 wotaku， 窝。这个 wotaku 的话，通常就是指比较偏向 ACG， 然后喜欢动漫啊，还有电玩跟所谓有很广啦，反正就是很多关于这些内容的爱好者，我们可以叫 otaku。可是 otaku 这个单字的话，并没有代表它是不好的意思哦，就代表你是在 ACGU 的某些领域，你是非常非常的着迷、非常喜欢的这个层面的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不知道我们台湾出来的单字翻译出来，永远都是叫阿宅、宅男、宅女，还有没有别的？没有办法切分出来的。我就觉得这个单字用起来的话，真的是
有点微妙，对。那加上媒体又随便胡弄，在操作说啊，这个出门都窝在家里不做事情，这爱打电动的人就会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，喷笑哎，对。听到就觉得很火大，对。所以大家别人不了解的话，我希望各位能够知道了解一下这个里面的含义，这样。所以呢，比如说 Otaku， 像我们御宅族来讲的话，你觉得我们这种每天打电动会出去外面乱杀人吗？假霸阴影，对不对？嗯，好了，抱怨不会抱怨，现在还是在打电动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认知一下哦，这个单字这样。嗯，哎，国健晚安，丢丢丢丢。嗯，然后今天实况比较晚哦，所以大家如果打累了，真的不要撑，就是赶快去睡觉哦，不要理我，因为我开台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有的时候时间真的比较晚，跟大家说声抱歉，这样好不好？嗯。所以有关于御宅的那个话题的话，就到刚刚那边。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，其实还可以，多多发问，或者是说看一下重播我刚刚讲一些内容吼。如果有一些不对的地方，也请各位指教这样。但我原则上我是觉得御宅族并没有错，好不好？喜欢打电动的人不一定会学坏，也有学坏的可能。但是基本上呢，我们只是电动的爱好者，好不好？代工对不对？好了，打电动了。好，我们打耀西的五至七。对啊 ，GTA 打那个世界大大战的，我们做这一行的人都非常抱不平啊。媒体的渲染真的没办法，导致用这种东西来在框住这个名词。靠北，我一开始就跳不上去。嗯。真的不行啊！上面要先打。好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下一点。嘿。像各位如果平常喜欢在家看实况，你觉得你们这样会不好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我喜欢在家开实况打电动跟人家互动，但这样有什么不好的？有会去做什么怪事吗？莫名其妙。对。所以如果说身边有一些朋友针对御宅主说啊，你们这些阿宅都是你们害的，整天都打电动，什么打什么格斗电玩的，才会在出现什么社会事件，天一就棒子。开始有点激动，还打不中，很尴尬。这样应该可以。嘿，越下面了，还是往下面打就对了。别看别看，哦，你说那个国杰，你说的是手机的那一只哟？有啊，那一只我也玩了，做的不错，很像应援团的感觉哈。Os Owen 的，就是你要点，然后跟着他的轨迹去按住他跑的那个游戏，还不错啊，那一只还蛮棒的。有兴趣，其实各位可以去下载，就是 OS， 我记得台湾站好像也有。哇，企鹅还是蛮可怕的，算不会攻击。越来越多，可怕。我今天麦克贝有玩是不是？二十哦，二十不错啊。哦西。哦西。二十的话，那一只游戏有个很不错的设计，就是它好像会记录学习你玩的程度吧。对，那同一条歌呢，但它是会依照你的
进步的状况越来越增加它的困难度这样。据我所知，那时候在玩是这样，所以挑战性还算蛮高的。设计这个设计的人，我觉得也蛮厉害，应该好像是一个日本人。对，他有很多歌曲。哎呀，没拿到，算了。火焰西瓜，哇，火焰西瓜不够了。玩到后面那个我自己也跟不上了，对。可是它其实音乐游戏设计有一个蛮重要的重点，就是它每个音符点摆的那个 timing 点跟你玩起来的感受要能够符合的，这一点我觉得是最不好处理的。对，比如说玩的话，你可以怎么编你自己都一定可以玩啊，只是编起来节奏跟你按的那种程度有没有感觉，这件事情真的比较不好做。就是你要去验证说你这样编排以后好不好，是不是刺激，或是会不会太难，或是会不会太简单，类似这样的东西要考虑。敢不贪了，先过关好。火焰西瓜又来了！啊！哇，用完了！讨厌的家伙，赶快下去！啊，吃不到，西瓜用掉了。嘿，哎呦，哎呦 ，God damn it！ 我靠，是这样，原装了。走开走开，呸！这种感觉像吐槟榔的感觉，可以吃但是不能吞，要吐掉，吐掉，吐掉。我吃，呸！吃，吃，呸！呸！哎呀！哎，上去！哎呀！好，过关了。嘘，五至七 clear， 要进魔王关了。哇，看大家对那个也蛮多意见嘛，哈。对啊，追新番的也没有错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五至八。应该又是魔王关了。当然，应该五至八不会是最后一关，我猜应该会多个两大关，是不是？嘘。
Yoshi. Oh shit! 什么鬼？哎呦！哦哦哦！哦！哦！时机要算准，不狗阿不奈。不要急，慢慢来。好 ，Go Go Go！ 哦 ，God！ 这会死人呢！天哪，都冲走了。好吧，不要太担心。Go go go go！ 我不要看好了，太危险，等他组合。Checkpoint！ 不要太看好了。快快快快！有事。冰冻，我这被冰还往后移动，蛮危险。看一下状况再前进。一个过去以后，第二个。哎呦！哎呦！加油！哎呦 ！OK。啊，刚没跳上去。随便的。来来来来。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我知道 ，shit。Enjoy more， 不要用。你要先上去才行。好。
啊，我在冲下。先跳了，嗯，台名算不准。看你了，好烦。糟糕了，卡在一种鸟地方。Hello, small man banana. 晚安。哦。目前正在苦战五只棋。对。变得不敢跳。又回来了。别弄。这个设计真的太机车了。Hello, now 一一二，你好。晚安的。靠，这怎么的？为什么会卡在这种鸟地方？谁来告诉我那个 timing 要怎么算？抓不到那个跳过去的 timing。知道有一点了解他的时间差。糟糕！啊！一个失败就一直失败，小大无奈。
啊！来来去去。有了，哎呀，摸到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过去，二下，恐怖的冰块们，哦，搞定这冰块就要打王了。よし，やりましょう。大家可以一起来猜猜看这魔王的攻略方式啊，我满栽。耶，又来了，超讨厌的魔法。魔法龟吗？哦，这是要把这个戴面具的冰块人变大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有怎样的攻略吧。一个招数，连输。OK。干，不祥的预感。哎，我丢。哦，这个一定要吃的。然后呢？啊、没用，我看你会压下来。对，然后这个，嗯，下去。哦，然后呢？哇，可以把它挡住，但是。怎么可以堵住他的口？哦，原来如此，哎，然后要踩他，对，快 ！Oh my god！ 浪费了，哦，没关系。要把他冰块打掉，要三发就对了，了解。想不倒我的，好快跑 ！OK， 过来过来。哎呀，哟吼！Go go go！ 哦，现在要耍什么把戏？哦，流星锤冰砖，小 case， 来救你的。好，等一下可能应该会越多越快的。然后你要蹬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快！哎呦！是什么？这干嘛？要踢对不对？哎呦，好贱哦，超贱的。好，哎呦，没了。对手，该救的，怎么搞啊？啊靠！第二阶段他变形了，啊！贱！啊 ！Oh my shit！ 然后我又要跳那个很讨厌的冰块了，妈的 fuck！ 没有，大概知道诀窍了。那这样就不对，要重来。啊！好烦哦！
啊！过头。不要浪费时间。啊，完了。你要等这一块下来要踩到再跳过去才行。嗯，不要那么麻烦了。ダメだ。OK， 赶快过去，赶快过去。啊，可是没有补血，也很尴尬，这样就不能出错了。大家帮忙看一下第二阶段的攻略方式，应该是在打炮管，但不知道时机点是哪里。看一下。啊，不够了。你刚应该拿三颗。Shit, man！去去去！开始，为了踩这么一下，这么搞刚有没有？继续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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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来不及。
啊 shit！ 啊，来不及，这个不能拿。哎呦！金强出来时间很短，所以让我来不及，让人刺破。哎、欸，莫名其妙时机点。请问刚刚那时机点是什么时候？自己也搞不清楚。总之到第三阶段，平常就可以打啊，因为他没有冰块了，对。尽可能不要让自己扣血会比较好一点，虽然不知道要跳没有几年。啊血怎么死那种鸟力吗？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吃满三只会比较好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这一局也不一定跳得过。果然，哦，好烦哦。Damn， 这是哪个鬼计划设计的烂关卡？我妈的逼！火大！哈哈哈哈哎呦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好的，阿米九六七，晚安，早点休息哦。
嘿，希望你在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可以把这关过掉。超火大了！先给你三下再说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好。OK。OK， 第三阶段哦，小心应对。好，我还吐个飞弹出来了。要吐冰块，靠！我最讨厌这个。我靠，贱！啊，贱，超贱 ！God damn you！ 完了，我有不祥的预感。哦哟！有了哦 ，Yes！ 呵呵，哈 ，Yeah！ 这游戏真的爆难，好不好？哪是小朋友在玩的游戏啊？呵呵呵 ，Yes！ 嗯，碎啦，给我们烤出来。好，五至八。结束又应该要六之一了吧？对啊，可是看他地图好像没有那一块，要从那里长出来的，真是好奇。游戏拿到新的威力的背章，这种冰冻西瓜的，嗯，呀，果然又开启了新的关卡，就是这个橱柜。这会关了吧？对，抽屉被打开了，跑出一个魔王城，感觉怎么是库巴的头？库巴又来捣乱了吗？哇！哦下，第六关，看来已经绕一圈，真的是最后一关了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游戏，城堡的事。哎，滚出去！我靠，阴森森的魔王城。又是一的呢。Chun Fighter， Chun Fighter の木，什么？不太知道那意思。Chun Fighter 不知道什么。よし、行きます。
感觉这一关应该也不是好什么好惹的关卡。我可以爬那个、蜘蛛网关的给我。嘿，这蜘蛛好可爱、哦不，还秋嘞，亲怎么亲啊？走开！对，是蜘蛛人，好可爱的蜘蛛狼。慢慢走。好，大家知道怎么打。跳过去之后，咬住。过去再打。还有不死身，好吧，还放闪，没错。看，蜘蛛网在收线，放什么爱心啊？啊，被绑架、啊，哎呦！哦，居然有水管，靠！蜘蛛人在放网还蛮轻快的哦。嘿，哎呦，没路可走，靠 ！shit， 好走。哟西。狗形状啊！好 ，Go Go Go Go！ 哦 ，Checkpoint， 一呢？哦，好人吃饱了。超怕蜘蛛比较大只，拉给啊的地方上，有一种应该也不算蜘蛛，就是拉给啊。哎呦！哦，中间怎么还有个怪？太贱，看不到。
嘿 ，checkpoint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。连两段跳过去。OK， 我爬，我爬，我爬。走吧，直接过。过关了吧？这个。还有。不用，不用。下，好，噔噔噔，呀呵，那今天要过到哪里比较好嘞？我玩到一点半就好了哈。看来明天应该有指望可以破台。如果我明天可以直播的话，现在就是抽空赶快直播这样，因为不知道我哪一天会加班，很可怕。ラゲアですね。好，那我继续宣告一下，这关过关以后就实况可以结束，会不会铁齿跟昨天一样又过不了？拭目以待。六十，六十二的，好，买一些应急的东西好了，药吸速度加快。这个都给 power up 了，搞功能都没什么用了。全部都是大的行，我觉得还是受伤比较少比较有用。宣告 flag， OK， 这关过关就可以直播稍微休息了，拭目以待。应该不会是一之二，应该不会的。你要卡在那种一之四、一之五那种中间的，就微妙。昨天就卡多少？五之六是吧？搞死人了！不要迷宫就还好。这是怎样？哦，看这个音乐这么的悠闲，应该这关会很好过。我的车来 ，OK， 加油！哦，是是是，先上来再说。timing 要算很好。哎，现在可以上去。哇，不够了，尴尬。好，来。要先吃饱饱的，至少三颗。上面不知道给你拿什么东西，看不到。啊，
还是放弃好了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哎呦！可是它好像是要往上，没错，贱。好了，你不要浪费那个。哎，线会到最下面，我尴尬。好。那个的话，至少要都在中间维持才行。好。等一下，算了，太没在吃。shit！ 好，有了有了，赶紧 checkpoint， OK。冲了，冲了，冲了！嘿！啾啾啾！不下！靠，人家这样吃就对了。哦，我不想贪这分，自找死路。OK。嘿，哎呦。又来了，啊，又冲下，哎呦！哎，哎呦！哦，过关了吗？啊，切碰一下。哦，在这里是我算是第三讨厌的关卡。哎呀！哦，敢要往上走，看就知道。你要让我摊一摊，就要往前走。东西，好，往上走，没问题。
等一下，三只一体的对吧？那你怎么往，然后往右走？哦，它会回来回上去这样子，干得好！然后没地方走。嗯，哦，这边，好，嘿，超险，哦，难不倒我啦。下面精灵哦，你还有异常路线。哎呦 ，baby， 我要用看不见的地方放炮管。咻咻咻咻。的话，稍微看一下。啊，太快了。好，中间一点，上去一点，好。管三七二十一过去了 ，OK。加精灵，休想不用跑，跑从终点偷吃掉。哎、好，终于突破魔兽，而且就快在一点半的左右，刚好把这个关打完。嗯，要吸，好吧，这就是要吸。这个毛线世界的时候，毛线世界的第六之二关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，然后各位也辛苦了，嗯，明天的话呢，有时间我再继续一样，继续把它打下去，这样应该有机会可以把它给破台。感谢大家，嗯，那记得我们收看明天的时间，如果有空的话，再请大家过来看。时间的话我也不知道几点，不过原则上应该有开，你们有看到就可以看。啊，如果累的话就赶快休息，好。好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明天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再会咯。 OK， 好，晚安，拜拜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